我爸来见陶印了。怎么说？他答应了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向沉默者发报。嘿，郭大义同志，组织上对你的问题已经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，证明你在过去的工作中不仅犯了错误，而且对党和人民犯了罪。 组织上给过你多次机会，希望你能主动坦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可你根本不能正确的对待自己的问题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跟你最后一次谈话，希望你能把握住机会，向组织好好交代你的问题。别给我来这一套！我郭大义14岁参加革命。 我提了这脑袋打天下，我这算不算坦白呀？啊，我经历的多了，有什么呀？来吧，我没什么好交代的。那好吧。嗯。郭大义。 没想到吧，沉默者竟然是个女的。在您要我来这儿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到了。市公馆发生的事，盘龙市稍有记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能进这个公馆的人也没有几个。不过对我来说，沉默者只是上司，遵从上司之命，令行禁止，无关男是女非。 你很会说话。
你坐吧。谢谢。好吧，说说你知道的情况。我从家里逃出来，就一直躲在壁虎家里，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。八音盒的消息一点也没有？壁虎去医院打听过了，八音盒是为了救林然的弓亲元首的伤，伤得很重，公安局害怕上面怪罪，封锁了消息，任何人都不许接近。问题是失去了八音盒，我们等于瞎子和聋子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事情可以从长计议，我们不如先撤回海外总部，以图再谋。你想溜回台湾？回去怎么交代呀？你想和胡大同一样被打入冷宫，到东平山去种菜？你先住下来吧，把所有的关系都交出来。别的事再说。好，慢点，把他好好扶下来啊。好好。哎，小心点。小妹，你们俩都在家啊。杜叔叔，海东啊，把他扶进去休息啊。好。海东哥，明辉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明辉说你要回来，非拉我在家等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慢点啊，慢一点。小年，小妹回来了。林同志，小年。啊，我们先扶他回去休息。慢点，走。林晓同志有重要任务，你们先回避一下，有什么事儿晚上再说。哎，你先让我进去，晚上再说啊。明辉，算了算了。哎，好，我要打电话给爸爸。爸爸在峰山开会，他知道了，还是他告诉咱们的呢。嗨，你看我这记性。那我能做什么呢？你去找老罗，让他弄一桌好菜。另外，到我的枕头下面把口琴找来。好，老罗。小年。不用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是吗？小年，家里有你真好。海东哥。嗯。要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事先没有告诉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瞧你说的。怎么会呢？那要是这件事情它很重要呢？小念，如果你不告诉我，肯定有你的道理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可以了。嗯。好了，好，可以了。何叔是自己人，
八音盒来电了。你确定是他吗？核对个手法，肯定是他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按照规定，等待沉默者的回应。八音盒说他已经拍到了重兴厂所有重要车间的照片，还从林然那儿拿到了两份特殊钢材生产线的筹备文件，急需报告，可是因为伤重住院，身边又有人，发报机又不在，无法联系。现在他已经要求出院回到林家了。让他立刻把情报发过来。是。你笑什么？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？你是说八音盒的情报有诈？沉默者让我立刻发送情报。终于出来了。对方使用干扰手段，我们无法跟踪他的频率。沉默者和我使用的都是维尔四型发报机，这种发报机具有反跟踪设置，你们捉不到他。哼，等着瞧吧。哦，你累了，休息一会儿。不把情报发给沉默者了？不，这次我们等着。这可不是我和沉默者的约定。我知道，这次是我和他的约定。八音盒在林然家这段时间斗志涣散，拖延时间，对上面的指示爱搭不理，贻误战机。我对他一直有戒备，临撤退的时候我还敲打过他。他怎么这个时候突然积极起来了？伤得那么重，说他手里有重要的情报，这里面大有蹊跷。你怀疑八音盒？哼，我早就怀疑他了。他来盘龙市，共产党只派了一个人配合他的工作，也没把他当个娘娘供着。怎么他一负伤，公安局就那么紧张呢？还设了好几道岗，任何人不让入内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公安局怕上面怪罪，封锁消息。这种话傻瓜才相信。您不了解共产党笼络人心的过人之处，他们连战俘营里我党高级将领还有联合国的战俘都能瓦解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八音盒是怎么付得上？是为了救林然家的一个小公卿员，一个自由世界的谍报人员去救共产党省委书记家的一个小公勤员，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？何叔，嗯，八音盒回电了吗？没有。呼唤他，让他立刻回电。就说我的处境不妙，30分钟后将关闭电台，离开盘龙市。是。您就不担心上共产党的当？我得先知道他是不是个陷阱，然后才决定往不往里跳。如果这是共产党设下的陷阱，就会显得顺理成章，会保持跟我的联系。我急于询问新的联系方式和时间。没有破绽处，正是破绽处。
共产党这回算遇到对手了。别拿对付郭大义那套对付我，那没有用。那是。哎，陈部长又开始呼唤了。沉默者，让我立刻回电，他将在30分钟后关闭电台，撤离他处。哼，别急，我看他们哪儿也去不了，他们一定守在电报机前，我们继续等着。半小时到了。告诉八音盒，我收台，然后等着。是，等等。你真的要放弃八音盒？这不是你建议的吗？我只是说要小心点。要是八音盒并不像我分析的那样，我们岂不是放弃了回到海外总部的最后的机会了吗？如果那样，我先毙了你。哼，上次你的擅自决定差点杀了我大哥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沉默者通知我，他已经关闭电台。我看你也累了，可以上床睡几个小时。这会儿可以好好的睡上一大觉了。好，扶他上床。他还是没有消息啊。一直守着，等待他的出现。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去林家看看，他不是伤得很重吗？他得在床上待着吧。我看看他兔子窝边的草倒了没有。你就不怕自投罗网吗？从我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，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我算什么？共产党的小公务员？不，我应该是党国坚强的技师。如果我被他们抓住了，正好证明八音盒已经过去了。请组织放心，他们无权审判我，可以杀死我。小同志，这是。嘘，同志，轻点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小声点啊。请问林想同志在这儿住吗？哦，双木林，思想的想，公安局的。哦，你找林同志啊？我是人民医院的，我来找林想。你看是这样的，林同志啊，他刚出院，身体不太好，已经睡了。您找他
有什么事吗？你看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呢刚才在收拾林响同志的病房的时候，在他的床上发现了一个皮夹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，这不就想过来请他辨认一下。我们领导说了，林响同志是重要的人物，必须呢要把这个东西啊尽快交到他的手上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把这皮夹放在我这儿，等林同志醒了，我再转交给他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皮夹里面有重要的证件，我必须亲自交到他的手上。我说你这个同志，你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林同志睡着了，要休息，不能被打扰。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？不是我不讲道理，如果我要是不完成任务的话，我这么回去，领导就会批评我没完成任务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林响同志休息了，哎，你看他有没有领导，还有同事在。不行的话，我交给他们也行。他的同事不在这儿，你要找啊，去公安局找。哎，这是领导同志的家，你怎么那么不讲规矩啊？你们医院的人在里面。你是说，我们医院的人，有人在这儿？对啊，你不是人民医院的吗？你们医院的廖护士啊，在里边照顾林响同志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啊到里边通报一声，你把东西啊交给他。不用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见廖护士了，请你交给他，就说医院的同志来过了，请他转交给林响同志。这样合适吗？小同志啊，谢谢了。也谢谢你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啊也是怕领导批评，真对不起啊。您慢走啊。石先生您多保重，祝你一切顺利。下次再见。再见。好，上车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爸，文市长都跟您谈什么了？重新厂公司合营啊，政府不会让咱们家受一点点损失，不但没有损失，还要帮助咱们发展企业，咱们就等着收租子赚大钱吧。这回不是盘剥，您就放心吧。文市长说还要让我出任工业局的副局长。真的？他说得很直啊，政府要倚重我在盘龙工业界的声望，也看重我的置业经验，希望我能够对国家工业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啊。爸，这回你可是当上国家干部了。百合，你想什么呢？伯父，我好几天没有回公馆了，我想回去看看我妈妈。好啊，德叔，咱们啊去公馆。是。不了，我在这儿下车就行了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伯父，我妈她不想见你。这我知道，但我无论如何也要送你到门口吧。伯父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妈她胃疼，老毛病又犯了，我想给她买点燕窝带回去。啊，那好，德叔，咱们去哈吉大药房。是，老爷。多疑了，多疑了，
八音盒那边没问题。嗯，查过了。林家外面没有警戒，家里没有公安。八音盒身边有人民医院的护士，您自己也可以判断。看来八音盒的确是因为行动不便，才没有把情报传过来。你先上去。 何叔，去开门。是。百合，妈妈，我来看看你。哎，你伯父没来吗？没有。来，进来。 哟，老伯，饭做好了？做好了，就等首长回来开席了。哎，鸡汤炖了吗？小妮同志买了天麻，说要给林响同志补一补，一块儿炖蛋。我爸呢？他回来吃饭。首长来电话了，说今儿个呀是团圆饭，再晚他也往回赶。妈，咱们家来人了吗？没有啊。 妈一个人在家，何叔看着门，哪来的人呢？没有。上午有人送皮袍子来，我的那身银狐有点掉毛，我让何叔拿到店里去修修皮毛。怎么了，妈？咱们家真的没来人？ 百合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妈，我看到有人进了咱家，就在刚才。百合，你一定是累了，看走眼了吧？坐下。妈，你说你没有骗我，可你就是在说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不许这么跟妈说话，那你就告诉我实话呀！你让我跟你说什么？ 海东，嗯，哎，海东，老罗说，小妹的房门一下午都没开，哎，你说他们在房间里干什么呀？公安局的事儿多半都是秘密，少问。哎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小妹啊？应该快了吧？怎么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找点事儿干，时间肯定过得快。 求你了，别出这个门，百合。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起来，妈！爸，哎，怎么还没忙完呢？杜局长让我转告你，等工作结束以后，陶叶的身份可以在小范围内明确。我的身份也一样。他说，到那时候。他会告诉海顿哥和明辉哥的。那样也好，那样对你们都有好处。嗯。怎么，想和爸爸说说话吗？嗯。那就到我的办公室。现在不行，等我工作完成了以后吧。好，那你就忙去吧。怎么？啊，爸，爸，你们两个不饿啊？啊，我们等小妹呢。小妹不是还有工作吗？你们两个大小伙子先吃吧。啊？啊，我们真的不饿。今天小妹回来，我们应该庆祝一下。对。啊，爸，坐。半银河说，他身边始终有医护人员行动不便，只能等医护人员离开以后才能继续发报。这是他传过来的情报。去，把高霞换下来。是。等等。别吓着百合。更不要伤害他。是。头儿叫你下去。我们怎么办？立刻给釜山基地发报，让他们派人登陆，配合我们执行 K 计划的最后一步。什么是 K 计划的最后一步？对重新厂实行连环爆炸。K 计划第四步，接行动组登陆，炸掉重新厂。这就是 K 计划的底牌。立刻回军令。是。陶爷，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。我是不是该离开这儿了？
你是知道的。根据你的情况，我们会按照规定逮捕你，把你转移到收容所里，然后在案子破了以后，把你送到人民法院审判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准备一切必要的医疗条件，对你的身体状况我们会负责的。在法院定案的时候，我们会尽力考虑到你的自首情节以及重大的立功表现。在法院对你进行宣判的时候，提请法院慎重考虑。我明白。我出门的时候用带刑具吗？不用。我能洗漱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会让小年儿亲自来帮助你。谢谢。完成了。我得把他带走。总得和家里人说一声吧。我来吧，你帮他好好洗洗，换件新衣服，看看他还需要什么。哎，杜叔叔，杜局长，你们的工作完成了啊？那好，我让老罗热菜啊。好，等等。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两个。什么事情啊？在我说出这件事情之前，我要让你们向我保证，由于工作的需要，这件事情还需要保密，不可向外透露。你们做得到吗？没问题啊。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事关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，但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。林夏不是你们的小妹，她是一个美蒋特务。美蒋特务？你说什么？她在执行一项苏联援建项目的破坏任务，她刚到大陆就被我们盯上了，现在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。哦，当然，他主动自首，并且帮助我们破获了这个案子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林想是美蒋特务？爸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杜局长说的都是真的。林香不是你们的小妹。那我的小妹她在哪儿？在屋里。赵小年才是你们真正的小妹。小年？爸，小年她是小妹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为什么？大陆的监狱能用雪花膏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去过，也许能吧。会判我死罪吗？我想不会的。你又是主动自首，
而且还立了功。我现在不想死了，我想活着，我喜欢活着。留下来，送给你，算是个纪念。